今天要干嘛？今天要拍我们飞轮海的第一主打歌《Xin Wo》的 MV。好。然后呢，因为这首歌是非常轻快的歌曲，所以特别请到师姐帮我们和声之外，还要跟我们一起拍 MV。然后因为本团呢有一个合唱，然后本团有一个残障人物，所以你今天要担任什么？指挥。这种最不吃力、最讨好的工作，每次都给他干，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这样讲，你今天的舞伴是 Hebe， 就像上次出神入化，我们三个跳得要死要活，然后他们叫个几声就好，你知不知道？你不要这样啊！然后我们三个就要跟师姐一对一的合跳，然后刚刚要练一下那个华尔兹的感觉。所以我就是跟 A 啊，对，然后大东西跟 对，然后我跟 Hebe 师姐，然后听说他今天有点发烧，身体不太舒服，所以说赶快练一练，等一下不要拖累大家，希望可以快点把这个拍完。大家一定要支持飞轮海第一组的新列车。开始走吧。三体靠近一点，然后左脚五六后面七，你干嘛？没有，我一直往前打，我怕踩到你这个。从这边开始，对不对？哎，他三四，可以吗？五六六，左脚前面六七 M 八，然后出去。八三好了，对，五六。这会儿我要搬哪里？他的五，哦，还是七啊，看过 OK。所以你们这组 OK 吗？我们这组 OK， 我们是五只精灵，你们呢？你们黄配橘还 OK 吗？ OK 啊，这个颜色感觉明亮，是很明亮，很适合你们的，这是明亮色。适合你。好，来音乐。慢转七八，拉二三四五六。两个人都蹲在那边。张老师，你帮我数。好 ，8 7 8 1 2 3 4 转六七拉二二靠近五六七八走二三四转六七靠近一二抱起来下六七八跪。OK。不要 Andy， 你叫我，我太久了，不要拍照。多给你那个。来，小东，是你的对手，我不知道是不是武林呐、啊，还是武才？他是武后，可是我是雷震宇。武后雷震宇。对，没错，好好笑。我应该不会这一台。他说他是武后，他不是雷震宇。刚才画面没补。我是武后。我是雷震宇。我们是武后雷震宇。I think and A one two three four转六七八。还吃冰啊！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们三个一起跳一次，好不好？干嘛失控？失控！你看我们慢了，太强了。那你顺便跳一次吧，走一下啊！来来，来走一次哦。慢六七八，一二三，转。我们不对音乐，直接用念拍子的来哦。长毛帮你好快点。咬轮走，音乐。准备搬东西进来哈，拿背包。
点，背包。来，我们直接拍好了，先不用，直接带走了给他们。